抓我还是调酒呢？看个人口味耶，说真的，就没有那么的吸引人啊。红蝶啊，红蝶抓条酒不太好，但可能是地力上的优势。他们是用我先走了来跟人家讲说闪现时间到的意思。嘿嘿嘿，想飞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弹我一刀，因为他已经跑远了。他没注意到我帮他吸这么漂亮的一吸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调到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找不到。被我吸歪了，歪了歪了歪了，找不到调酒啊，他生气啦，这个红蝶。切切切切切，刷一波刷一波，要打佣兵，要佣兵修不完啊。就他改打咒术，咒术可以电爆他，那个切传送啦，不太可能切金身。很好，看来我们今天潜水的还是一大堆，不赏脸的潜水员们很多。那现在用传送干嘛？不如把他留在开门站再用，香水。一直回血，这个条友是回报。我又来了，又是我，你要追吗 ？What the fuck？ 来来找，来找，来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晕到啊！哦呦，气死你哦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啊，我死定了！就最后还是我劈到他打我，
OK。